福原爱、张宏杰夫妇八日出席公益活动。日前，张宏杰亲姐姐被日媒爆料，不但难相处，又有公主病，还会擅自泄露弟弟一家的私事，让小爱感到相当不开心。对此，张宏杰似乎不愿多说。姐姐吗？姐姐那边经纪人应该有回应过了吧？对啊，还是放在公益的会比较好一些。好吧，焦点转回来，这次和小朋友合作公益活动，夫妻俩不忘送上自己的签名球拍。而身为桌球世家，女儿小小爱的养成计划也该开始啦。其实我们家的环境就是客厅有好几只球拍这样，很常叫我们爸爸妈妈打球这样。对，然后就比个动作。对，他会把餐桌当成球台，球台，然后在球台那里打球，打球就自己打。可是他不知道我们会打球。嗯。对，因为我带他去球场，就是因为我要带着他嘛，就会看叔叔阿姨打球，但是从来没有在球场上看过我们在打球。长大就知道爸爸妈妈不简单。